阿鹏啊，应该是阿鹏，都可以都可以，改名叫刘星宇，对对对对，陪你去看刘星宇，可以可以，介绍一下你这个几任的男朋友好吧？三任，对，三任男朋友，然后最长是8年，8年啊，对，就是上一任，好久，对，就没有机会多谈恋爱，对呀，就被8年绊住了，绊住，先绊住，然后最短就是1年这样，哦，远距离啊，不在乎，然后我们只想了解不行房的部分，对对，这是其他都不用讲，只有一任啦，只有一任啦，余算背景哦，对，其实我是一个就是分手后是不当朋友的人，那这个不。不行吧？没有那个不行房，只有那一任啦。那是刚第一任交往，那时候还那么小，这么糟是吧？不是年纪还小，然后他那时候是我就是学长，然后我们是联谊的，然后就是宿舍联谊，然后就坐对面，然后。后来他就跟我要了即时通，那好久，即时通年代，对年代，然后就很久，那时候很小，然后就在一起，然后后来他就想要那个，对，然后就不想，后来他就直接劈腿，然后原因竟然是因为我不跟他干嘛这样，对，不心房，太怪了吧？对啊，那时候年纪那么小又不懂，对啊，就觉得超怪的。因为经过强强以后，我们习惯了一直听啦。对对对。对不起，然后那个鱼贩背景就是我有某一任男朋友的妈妈，她听到我们，她本来对我态度都是还不错，然后她有一次问我说，哎，你家是干嘛的？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卖鱼，因为我觉得没什么，对，哪有什么这好事？没有，然后他们家是卖鱼的大盘商，给小那个一天进出口都是几百万在这，真的，没有，他妈妈知道之后就开始对我酸言酸语，然后就找我麻烦，然后还要我男朋友跟我分手，太白痴吧！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家主产都比你家多哎。对。没有在分的嘛，各行各业都很值得尊敬啊。我养个白白胖胖哪里不好？哦，我就觉得很心疼，这种人才看不起他。对，杜金妈爸妈都那么辛苦，为什么还要被抢？心态有问题。那我们这一次的问卷呢，总共有几位？有几位他们都做的？三位都有填，三位都填了，来看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想问前任。因为女友是鱼贩背景，这样过程中丢脸吗？对啊，这个我占有欲很，你占有欲很强。我占有欲很强。有，就我曾经。哦，那我也很小心。跟你是什么关系呢？相处中哪一方面？就是我会看男友手机，然后我是很没礼貌那一种，我会偷看。哦，偷看会抢来看。告诉你没有，我是趁你睡着的时候，趁你不在的时候。那他要有密码。哦，有脸部辨识。哇，你这对，我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有点恐怖情人吧，好聪明哦，会不会身体跟心灵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你会问第一题，鱼贩的背景跟我交往觉得丢脸吗？对啊，第一任说有一点，因为跟你在一起害我被同学乱取绰号鱼公。啊，真的假的啊？我不知道哎，这无聊，学生时就是那个国中比较不懂事的，对对对，开玩笑吧。第二任并不会，反而觉得家庭单纯，更富有人情味。对啊，这有什么？那他好相处。第三任我是不会的，我但是刚开始交往时，我妈是有意见的，觉得哈卖鱼的，但我觉得蛮好的，因为我刚好喜欢吃海鲜，而且只要你有回家，你妈妈就会煮好几种我爱吃的海鲜，叫你带回来给我吃。原来啊，就是要吃海鲜了，我爱吃，所以这是为了海鲜。所以这三任来讲，你比较在乎哪一任？第三任，一二三，我都不在乎嘞，因为结束了。对啊，我就是一个完全都不在乎。你是不是处女座？我是处女座。哎呦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很简单嘛，他可以哎过去忘了，然后处女座这样很挑剔的面对，不吃回头草，真的就结束了就结束了，真的好冷酷哦，无情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真的没办法。没有这样 OK 啦，你快乐比较重要，好吧？来看下一个。我占有欲很强，对，不会让你压力大呢。第一任印象中，你不希望我下课去打球，因为其他女生看我打球你会吃醋，这样也要害我没运动变胖许多。就小时候啦，真的很小时候。第二任同校又是初恋关系，你会希望无时无刻
都陪在你身边，你怎么？无时无刻陪在你身边什么意思？就他要一直你陪啊。就你会希望对，你会希望他陪你。会希望有吗？无时无刻陪在你身边、啊。嗯，你控制欲对啊，占有欲很强。对，占有欲很强。嗯，就是会想要知道你在哪里，在干嘛。我忘了、欸，其实我真的忘光了、欸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文件是。你只有三任，人家抢强那七任、啊、八任，你就算他厉害，怎么会记得？我真的记不起来。好来，第三任说最无法接受，你没经过我同意，把我跟历任女友们所有的回忆都删除，包括相片、档案、手作卡片跟礼物全部丢掉，连问都没问就全部销毁，超傻的。就那时候，对，怎么办？我就是很可怕。救不回来。对呀、啊。第三题，如果身体跟心灵只能二选一，你们会选择哪一个？第一任，身体。想欧红那一个。对。身体，因为他就是想。当时还小，还小，还小。他自己承认了嘛？没想太多，因为光牵手，我的身体就会起反应。身体太好了，身体太好了，变相在炫耀。哦，第二任缺一不可，哦，都要。哦，他怎么那么感人呐、啊？我都忘了你是谁。对呀，心灵合一啊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身心灵合一，缺一不可。啊，第三个当然是心灵，虽然你有很多缺点，但个性乐观开朗，很有上进心，才有办法交往那么多年。像有一年我生日，刚好很想要一个皮夹，但一直下不了手。生日那一天你居然买来送我，真的超感动。对的，也是有好的地方啦。对，因为家里有主场。对，主场都比他们多。可以买800万个皮夹。哦。